树人，得多啊。但愿你能理解师父对你的一番苦心啊。师父，这些仙女好漂亮呀。这叫飞天，会跳舞的佛。真美呀。是啊，要是我也能飞就好了，那有多自在呀。还是免了吧，掉下来砸着什么都不好。帝都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师父，您看这个。别想蒙我呀。师父您放过我了。哎呀，有了，这本书我找了很久了，没想到在这儿呢。帝都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无敌轻功啊？无敌轻功没听说过。这是一种很厉害的功夫，练过以后就可以飞上云霄，像小鸟一样的啊，嘛好自在。可是这功夫有什么用呢？用处嘛，我们可以办一个特快专递，办理空中服务啊。啊，对了，从明天起我要琢磨琢磨这种腾云驾雾的功夫，好极了。这下没人管我了，可以痛痛快快玩几天。李都，地里的农活，庙里的卫生，每天砍柴挑水做饭洗衣，你就担待一下吧啊，我已经觉得自己上天了。我感觉自己已经在天上了啊。累死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啊。放心吧，这绳子可是金丝玉线制成的，结实着呢。20年前我就试过了。20年前你可没这么胖啊。帝都，我要跳了啊。师父您悠着点儿。没事，别拉着我，也别拦着我啊。知道了，师父，您走好。飞呀飞呀飞呀，飞飞飞飞飞，飞呀飞呀飞呀，飞飞呀，飞呀飞飞飞，飞呀飞呀飞呀，快飞快飞啊！绳子也太结实了吧。师傅，你总教育我坐如钟，卧如僧，放可你现在我累了，我该睡了。你师傅，你总是让我睡觉前洗澡，可你现在还没洗呢。我去拿块新肥皂。这一身的腥味怎么洗也洗不掉啊。可是这么美好的追求，怎么能轻易放弃？这么在天上飞该多好啊。我有主意了。
准备好了吗，师傅？嗯。啊，嗯。呀哈！佛祖啊，我来看你来了，简直快乐得不得了。不要啊，不要不要。阿弥陀佛，还好还好，这回死不了了。帝都，你上过天，帮师父想想还有什么法子没有啊？嗯，有了，二踢脚，那玩意儿飞得高。嗯，啊，这主意不错。帝都，哎呦，你也太黑了点吧？啊！师父，你整天忙着找感觉，正经的无敌星宫练得怎么样了？没错啊，你不说我差点把这茬给忘了呢。啊，天气不错，正好可以再试一试。前几回失败，弄得我快得了恐高症了，这回一定找回自信来。帝都，哎，师傅，来，帮我系上保险绳。这回一定不会再错了。我，哎呀，无敌轻功！哎呀，人家都在放风筝，我这才放老和尚。哎呦！帝都。帝都，这是谁在院子里乱丢砖头，绊着我了？我又升天了！奇怪，为什么它能飞起来？我是一只受伤的小鸟，想要飞也无法飞得高。嘿，师傅，原来您还是贼心不死啊！啊，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